我是 YouTuber 林平方，有400多个视频，防臭虫和衣蚊子、止咳，99%好方法。关于发生在我身上，10多年前，我发现我左手中指麻痹到了无名指，我非常害怕。我很幸运，听了2个中风病朋友。医生叫他们少喝一点甜咖啡，我每天都喝很多咖啡来提神，心里想有点害怕会中风。后来我立刻停止喝甜咖啡，改喝茶叶，不敢喝这么多甜东西，我手指完全没有麻痹了。经过5、6年，还有我有一个非常有用的方法。用一个不用装水、蜂蜜的水盒子放冰格，厚度1寸半，5×8寸，躺着放后脑。用冰过后，耳水不平，有点晕，坐一下才站起来。流鼻血放耳朵外边，眼睛痒、皮肤痒、中耳炎、发烧，防止中风，非常有效。因为头脑神经线控制我们全身的，有时候我10多个小时睡着了，不用怕，头盖骨是硬的。如果有问题，我已经不会在这里跟你说话，哈哈，感谢。